欢迎各位收看座上课，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呢，阿昌呢带着乌克丽丽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浩克丽丽专辑哦，这个儿童音乐绘本是这样子。儿童音乐绘本专辑哦，名字有点长。尖卡啦，就非常的丰富啊。那如果朋友们大家有看这个我们这个一系列访问阿昌，就知道他又弹又唱哦。那现在呢，当然就要请阿昌好好跟大家介绍乌克丽丽这个乐器，这个夏威夷琴哦，四弦琴。那它其实呢，在琴的构造上，甚至是每一个弦哦，每一个细节，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包括像书里面也介绍很仔细，怎么调音，有哪一些细节？对，来。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有四条弦。对，噔噔噔噔。然后就是，对。哆咪哆嗦，拉咪哆嗦。A E C G A E C G。第一弦一二三四是从下往上还是上往下？你说第一弦哦。对，第一弦。第一弦是这个。好，最下面的。拉咪是第二弦。第三弦 ，so 第四弦。对，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怎么弹这个，哆来咪发嗦拉滴哆，哆来咪发嗦拉滴哆，哎，或者大舌头，发嗦拉滴哆。对，这个其实乐谱上面都有写，然后或者你可以去那个搜寻 YouTube， 看这边搜寻，然后那边有那个乌克丽的音阶，它一格就是半音嘛。对对，跟吉他其实很像。对，然后它的和弦跟其他版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本里面就是，其实它常用的和弦就是 C， 然后 D minor， D minor seven， 然后再来是 D minor， D minor seven， 然后 F， G， 对， A， 对，这是 D 啦，对不起。这里面也都有教，对不对？对，其实都有，所以其实，我建议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就听歌，然后这边有和弦的按法，慢慢和弦，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一就是所手的食指，二就是中指，三就是无名指，这个是这个数字就是手指喽，反正你这个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会画特别粗的黑线？对，好，这个就是琴枕的部分，对不对？在这里，就是这里，好像它的脖子，这个是头，琴的头，它的脖子就在这边。好，所以其实学起来蛮容易的。其实它不难啊，如果你真的就是，首先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把歌听熟，然后听熟，你如果喜欢的话，再去跟那个爸爸妈妈要一支乌克丽丽，记得哦，不要买太便宜的。有什么差别，老师？千万买乌克丽丽呢？有哪些要素？首先第一个就是价钱，千万不要买太低于1000块，对，因为然后第二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不要买那种彩色的那个乌克丽丽，就是涂成凤梨或西瓜或 Hello Kitty。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音几乎都调不准，然后尽量买这种木头色的，原木色的，原木色的，因为这种原木色的它的材料通常会比较好。那还是建议你们去找就是几个比较专业的，然后卖乌克丽丽的乐器店，台湾现在已经有了，对，大概就那两家，请上网搜寻哦。所以还是有差别，对不对？对，有差别，有差别。就是，我会建议就是家长买乌克丽丽，就是或者是买乐器，一开始不要买太品质不好的，因为那个如果是因为品质不好，就是让孩子就是一开始对音乐没有就
是觉得挫折感，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就是本身乐器的条件没这么好，但是也不是要买很贵很贵的啦，就是说大家量力而为。对，如果你今天只有800块，你还是可以买800块的乌克丽丽。不行了，还是要买一件。啊、哦，真的，真的还好，要坚持一下。就不过先决条件就是，如果你买1200跟1000，可是如果1000的看起来比较好，音色也比较漂亮，就买1000。买1000，不是价格取胜了，而是说你要仔细挑这个琴。如果不懂的话，请上网搜寻或写信给刘阿昌老师。没有，就是你可以去找那个会弹乌克丽丽的人。嗯，然后因为很多很多老师都他们会帮，很热心帮忙。是。嗯，好，其实弹乌克丽丽呢，大家多熟练，老师说先把歌听熟，然后再来学习和弦怎么按。这个手只要手指熟练这个琴格，应该就会蛮快的，对不对？很快啊，因为其实只要像那个天空落水，其实只要会按这个和弦7，其实就会弹。一首歌了，还蛮有成就感的。其实，大概就是它就是一个那么friendly 的乐器。嗯，对。好，所以特别跟大家分享。那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首歌吗？嗯，来分享一首歌。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叫《来一首》。来，我们来弹一个歌叫《来跳舞》。哦，来跳舞。我们可以边听边跳舞哦。今天星期五。我们来跳舞，太阳微笑的这个哈猪，快乐又自由。有课余的部分哦。今天星期六，我们去郊游，青山绿水，很爱改朋友，太家属天书，一起来跳啊跳啊跳，师傅绕啊绕啊绕。一起大声叫，跳啊跳啊跳，师傅绕啊绕啊绕，用哈大声笑，一起来跳啊跳啊跳，师傅绕啊绕啊绕，跳到大空跳，一起大声叫，跳啊跳啊跳，师傅绕啊绕啊绕，用哈大声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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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是有内容的哦，这里面有专辑哦。乌克丽丽的那个 logo 是，对，然后它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赠品，想要来我们的那个演唱会，乌克丽丽的演唱会才会拿到。那演唱会的从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上网搜寻 Facebook 乌克丽丽。所以只要你搜寻好客 Lily， 在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按赞，你追踪他们的活动，那一系列他们的演唱会呢，大家如果参加都可以拿得到，还是有机会拿得到？当然是有机会拿得到啊！那演唱会你要好好表现啊！有，对，因为好客 Lily 演唱会就是它的特色，就是我自己不太爱唱歌。都是台下在唱歌，哇塞，就是大家把这个歌听熟，对，就来这边参加。是，那除了这个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小礼物，好棒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在这个专辑绘本专辑里面可以听到歌，网络上是不是也可以听得到？对，可以，你在网络上搜寻也是一样，好歌丽丽全部的歌都可以听得到哦，全部的歌都可以听到，所以大家可以在家先练歌，然后去演唱会拿赠品，对不 对？那这个里面其实跟我们绘本专辑的不同，就是这里面没有卡拉，对、啊，但是这完整的歌曲10首都在里面。这里面也没有歌谱哦，也没有歌谱，也没有绘本，也没有绘本。你的意思就是，但是很可爱。对啦，可爱啊，我们也是要拿到这个可爱，而且还是有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喜欢的话，要把这个好可丽丽的这个专辑儿童绘本专辑入手，你就又有谱，又有 CD， 又有卡拉，又有可爱的故事。
哎，你马上开啦，现开啊！哎呀！有一种大家手牵手一起来玩的感觉。对，有点像是某一个巧克力糖的感觉。哎，那这样子，阿昌，你们开演唱会的时候，既然是好克丽丽，是不是小朋友们如果很有兴趣，想要自己带着乌克丽丽去参加你们演唱会，你在台上弹，他也在台下弹，可以吗？可以啊，我还会把你捧上台。对。哦、oh, yeah. ，所以大家好好练习了哦。Yeah. Yeah. 所以你现在还是继续在教大肚国小的孩子吗？最近在照顾这些女儿比较忙。哦、oh, ，可是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对，就是大家有空可以来演唱会这样子。所以在专辑里面，包括我们听到有你的歌声之外，也有孩子的歌声，是不是？其实大部分是孩子的歌声。大肚国小的小小歌手们。小歌手的歌声。我们在专辑里面可以看到小小歌手们的照片，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每一个都笑得非常快。孩子在他们那个还天真无邪的时候，就保留下他们纯真的声音。那我觉得儿歌应该是长这样子。然后就花了一些时间去跟他们相处，然后跟录音。对，好，太棒了！邀请大家上好克丽丽的粉丝专页去搜寻接下来的活动。那最后呢，就请阿昌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请问你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什么你敢唱？暗自谁？什么你敢唱？暗自谁？什么你看着你你想爱爱全部记得记得吗你看爱的书记得吗你带爱吃饭记得吗你也天给下注带爱高水你还能爱困到你面容轻巧爱看到你要跳黄珠爱看到不屑的跳那么不低本马萨跳起来谢谢你给我一个家谢谢你让我不害怕谢谢你陪我平安长大谢谢你爸爸和妈妈谢谢你给我一个家谢谢你让我更坚强谢谢你来到我的身旁谢谢你我的孩子啊谢谢你我的天使啊谢谢